一对男女在一起工作是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，尤其是你们两个还是甲方乙方的关系。现在，不仅咱们内部在传，整个行业都在传，巴巴爱德的项目是那个小姑娘靠特殊手段拿下的。哎，照片拍的不错，哎，你看，像不像偶像剧？ 嗯，来，男主角，说两句吧。李泽南，周总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可以解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今天开会不是来听你解释的，因为你的原因，公司形象受损。你跟我解释什么？我马上联系公关部门，把这件事情的舆论危机降到最低。赶紧去。